看那个喷泉。怎么了？我让人特意安排的。你拿什么安排？你不信啊？不信。啊？你看这个。这一定是我安排的。嫁给我吧，梁静。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将来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记得我说过婚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坦诚。人生的日子很长，我可以允许我们生活中偶尔犯错，但我绝不允许欺骗。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你昨天去公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你是不是怀疑我跟李二？我发誓，对天发誓，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其他人呢？你看你疑神疑鬼的，来说句话。把心放肚子里，你老公不是那种人。上班去了。又不开心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知道你出事儿，然后立刻就赶回来了。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任何事儿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站在你背后支持你。哭吧，我知道你每次不开心都会来着，我陪你。刚才在天台的时候，我想了很多，可是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表妹，他们应该都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可却也是伤害我最深的人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们要用这种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。为了这个家，我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，磨平了自己的个性。每天在他们面前小心翼翼，不敢行差踏错。可换来却是这样一个事实。我想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没人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所以你会理解我的，对吗？谢谢你，刘星，今天过来陪我。呀！啊！静姐，过来喊，这样你的烦恼都会被喊出去的。来呀，来呀，静姐，过来喊。
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。我不像话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知廉耻了？还是我根本就看错了你？为了你，我把喜欢的工作辞了，拿出我爸妈的遗产帮你创业，每天忍受着你妈对我的羞辱。她是我表妹，你居然跟她搞在一起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畜生？人有伦理道德，懂得克制自己，只有畜生才会想交配就交配，不分对象是谁。姐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还知道我是你姐？我把你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，供你吃供你穿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？勾引自己的姐夫，破坏我的家庭，天底下男人都死光了，而且你天生就这么贱。泼妇，反了你了，这个家容不得你撒泼，不想待你就给我滚。给我闭嘴，这是我家不是你家，该滚的人是你不是我。我尊重你是我婆婆，你尊重过我吗？我要是开金猪笼，你就该下油锅。姐，你疯了吧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